穿起来会舒服，其实蛮舒服的，因为这是量身定做的。这边是我们的造型师，跟Francis Cheong 我们的 local designer， 他们两个一起配合，那么design出这一件晚装给我。对，颜色蛮突出的。对对对，其实这个颜色是我稍微给了一点意见啦。忘不忘要看，等一下。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因为它蛮贴身，但是下面它是有点宽，所以我觉得穿出来很舒服。脚呢？脚是穿高跟鞋的吗？我不敢穿高跟鞋，现在已经有点不能够 balance 了，所以完全是平底鞋。今天穿的这个不会是孕妇到这个时候呢，其实蛮怕热的。是刚才还没有出场的时候呢，后台有一点冷，但是到了座位的时候呢，就不觉得冷了，其实是蛮好的。你刚刚提到说是多一颜色，你有没有一些意见？为什么选这个？其实我只是给他一点不同吧，因为其实我们是一起讨论的，不是说一定要这个，因为第一就上个星期嘛，就是全黑为主，然后现在就想给他一点不同样的颜色，所以有点差别。今天的造型，比如说你的韵味啊，很好看。哎呦，大肚婆一个了，什么韵味，其实比我漂亮在很多很多女艺人。今天只是因为可能颜色比较突出了一点点，不过今天穿鲜艳的颜色的艺人也有很多很多，那么出色的很多都很多，所以我想我只是比较特别，因为我是大肚婆。美女你也很漂亮啊，上台也是发的上台领奖，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大。我想每个入围者大家都有机会吧，那么是看谁的运气多一点点这样。今天谁穿得很漂亮，你觉得？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，因为说6:30就要 stand by 了，所以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看啊，快点了，时间要到了。我其实都很漂亮啊，好像像姐妹也很美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比较注意的就是坐在一起的最佳女主角入围者，好像香瓶的红色也很漂亮啊，紫萱其实也是算绿色的，也是很漂亮。那么Joanne 呢，她一身的黑色长裤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微当中站起来，她坐起来她很突出，也蛮 special 的，各有各的味道吧。每次有没有看到你今天的造型？没有，都没有机会，我也没有机会打回去了。讲一下你的首饰是你自己的吗？还是不是，这个是我们的造型师给我找的，这雪清帮我找的，是来自 Bvlgari 的。不晓得，我想价格的方面你要问一下他。不过我听说是蛮 expensive 的。那你觉得你的